么吸毒吸毒被抓了的。其实这吸毒被抓了会怎么样？坐牢吗？不是不是，去那什么东西？戒毒所。这个月去，然后下个月的15号，就是中旬左右，然后给你发工资。这个女的是谁？咋死？我卡啊，他晕住了。好，哎哎哎，我咋进去了？我操！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主持人竟然是一一，我操！本来就是，我这本来就是一一，吉克隽逸，金志文。哎，别，吴莫愁卡没了。微信的群聊在哪里看啊？为什么群聊里边什么都没东西都没有啊？我猴子。